开干，无情开干。Oh fuck！ 这么多人啊！Oh fuck！ 救命啊！老王买了妖精，追杀丁丁到天亮。老王真的是出一张嘴，我已经懒得理他了。老王他妈的，说要买账号，说了半年，哦，到现在如果还没买，那真的是，哦，我觉得说，哎，也没什么好期待的，也没什么好期待。吼吼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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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光机啊，给标啊，操！十周啦，谁凯小美哦，获胜！哦、oh, fuck！ 开玩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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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玩笑！干，这旁边这个工作室也太多了吧？三小的工作室走不出去哎、欸。在这边是什么意思？看我没有。海乔美，哎、欸，我死了！怎么那么快？瞬间死掉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刚才血不是满的吗？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死的，呵呵。刚才那个工作室杀掉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死的、欸，我该怎么死的？我刚才瞬间一个秒杀，还来不及反应他就死了。Oh fuck，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。哦呦，是谁打我啊？奇怪，干一堆没有入魔的杀掉。刚才真的是被一些没入猛的搞死，没猛的。直直指光明之神，春柱，直，这个人，拉一下距离，拉一下距离。弄机功再见了，金运，紫运，直，在这边调皮。妖兽战就是这个，这几个没有猛的，在这边一直给我瞎打，啊死了！弄鸡公等于小蚊子哦，哦，难怪我刚才被他打这么痛。小蚊子那机体还蛮强的，哎、欸，冷静来了，凯小美，弄鸡公，秀三，阴阳师。阿乐666，跟标，霸柱，我看到霸柱我好兴奋，看到霸柱就很想操死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霸柱，操你的 ，See you tomorrow， 哇哦。霸住！好，叫公司搞。哇哦，他拉我 ！OMG！ 再见了，霸住！哎、欸，一楼死啦、啊！丁丁，礼拜五告别红变派对，干丁丁的垃圾就是整天在那边告别红变，他永远都没办法止变，然后在那边用这招一直在捞妹，一直在约妹，真的是渣男。他就是要告别红变一辈子啦，然后一直约新的妹子。看透他这招了，整天在告别红变，啊是告别多久？全死，五区的都要死。飞 ，nice， 苹果冰茶，霸主金云，好、哦，霸主 die， 这个，还敢来，急了 die， 这个救护证书花起来。一 K， 花贵，雷之狗来了，嗷、哦、嗷，雷之狗，破身 ，biu biu biu， 死，之狗 go， 哈，还去哪？还想跑？Rock 吉安，还想跑？你跑不掉，死，金运，
60。喷射白光，喷射白光，喷射白光，凯乔贝破胜。那其实我认真觉得龙猛的是真的还蛮敢打的，凯乔贝我这也人家西区打过嘛，蛮敢死的、欸，真的蛮敢死的这凯乔贝。哦，龙就是值得尊敬的对手，真的蛮敢死的，真的蛮敢死的。哎、欸，我来喽，叔叔来喽 ，Run Wa Gui，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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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身，哦没破到 ，Wa Gui 好吃。晕啊，没晕到，干怎么会？哎、欸，死了、啊！哇，怪，这个太有种了吧！这个不飞哎、欸，是不是回卷用完？他一定回卷用完。刚才那个不飞，完全没有晕到他，这就是不飞。干又来了，操！我认真的来说啦，以我这几天对 A 猛的观察，真的蛮敢打的，真的蛮敢打的，真的蛮敢打的。虽然我们人数没有在增援啊，但是，哎、欸，目前的游戏体验是真的还不错。这是一个好玩的局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必须这样说。操你雷狗！哦，是哦，雷狗干你老师啦！拜，急了。哎，后面有一个 run 杀小的 ，run 企鹅，啊，企鹅对吧？企鹅有在啊，谁说他不敢打？是不是在？这边有几个退萌仔，真的是欠人家干。啊！是不是走去倒位？啊！妖术战，你他妈的还敢退盟进？呆！哦，死光！哎、欸，来了！你 K！ 我干你老子这雷子狗，一点就是要干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他妈的阻止一下这只雷子狗！啊！第十，呆！雷子狗看到我就狂剁，是怎样？他是不是在看直播？他是不是在听我骂他？混血儿又是你，死去！啊，在混啊，混哪里的？林北混，混台湾族了。雷子狗破胜 ，biu， 企鹅，哦，这个没有圣剑啊，企鹅再见喽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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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我干嘛的？我哇，我要再见了。哎，就好个鸡蛋，救命啊，伦伦！妈的，又是你妖兽战，金云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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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我来干啊！不然不该太浪。哦呦，这三小，雷之狗 ，Oh fuck！你老是招一招哎！哇，这个直接 move out， 这哪一招？哦，这屌哎、欸！这只狗蛮屌的。干不要啊，阿伦不要开干！不要开啊！我在跟雷子狗单挑啊！干！他兄弟上来干我！我操！里面的，来干干飞子！妈弄鸡公！跑！哈！蚊子跑！电蚊拍来啦！飞！他飞了！哎，没有，他没有飞，他被拉走。就！老天的，我好硬哦！他真的好硬，他飞了，他飞了，真是。还有一只黑豹法，闲云野鹤。我破不到胜了、啊，哇靠！我被这破胜，破胜，破胜。哇，怎么那么屌？嘎不飞、欸，这是法师硬哦。咸鱼也会是那个吧？
我之前卖的那只黑豹法吧？怎么那么硬啊？抄个鸡蛋哦，破胜！金晕中，走走走！看，被这个黑豹一直晕。三小啊！这黑豹可以不要一直咬我吗？哇，这黑豹法好屌，好硬哦，打不飞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这么硬？涨价，涨价，这是怎么可能这么硬？盖好硬哦！怎么会那么硬啊？怎么会这么硬？怎么会这么硬？怎么会这么硬啊？巴坎呐！我操！干屁啦！干不哦，干不飞！我真的生气了，我要换装备。增加我的魔命，有意思，有点意思。我一直中他的那个破坏之镜。哇靠！我的破身一直中他的破坏之镜，他运气真的很好，他运气真的很好。哦，破身了，来继续中，啊中了。好，他没圣剑，他没圣剑，他没圣剑，他剑了，收了啦，洗你！哇！啊，就是整这一颗。妈的，提升我破胜的几率，死去！你他妈在装逼！你他妈在装逼！啊，这是账号虽然我卖过，但是一定要打死，不打假球，直接干死！起你！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啊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？呵呵，啵啵。